来，谁说啊？是，把那个特效带上更可爱啊！那个特效啊，特效，我看看有没有那个特效啊？好像没有。有，我看一下。真的，哎，那个特效的叫啥呀？随便带一个丑的就行。不是丑的，是可爱的，人家可爱的。那个可爱的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我真是那个没有没有，这里面没有，直播没有。啊，那老可爱了。这眉毛怎么这么粗啊？好粗的眉毛，好像蜡笔小新啊。啊，哎呀，眉毛，是没有，确定没有吗？哎呀，我操，太骂骂，咋这么丑啊？吓死我！牛爷爷，牛爷爷，我等会儿啊，我再给你找一下。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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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特效。没事没事，别用了，别用了，本来长得也不咋地，还得用一个丑的特效。那特效可爱，那特效可爱。我刚美颜掉了，我刚美颜掉了。哎，美颜掉了，吓死我！